给大家看一下透服来最美的这个背，背背背，哦，超美的，而且它这个网纱是弹的，而且很细致。对，这件我觉得很推。而且这个对于胸部大女生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杯型的包覆度，它是一路到这边，所以对于大胸人来说呢，它的整体包覆度很好。它呢摸起来材质其实有点像是搭 legging 啊那种比较冰滑面料的感觉。再来呢，它的网纱是这样子若隐若现，加上它本体强度啊，比一般的 bra 它因为它多出了这一节，所以相对来说，你想要做一个单穿效果的时候，它可以当你一般的小背心没有问题，是有弹性的。所以你说你要穿到 L 号，它是 OK 的哦 ，OK 的，因为它后面连网纱的部分其实都是有弹性，那本身肩带是属于细肩带，但是呢这里也都有弹性空间给大家，那你可以看到侧边包覆度很好，而且完全不会去挤你的腹。